先给你买猫条了，你可要舍不得吃啊。觉得你还算灵光，死了可惜。我救你，当然是希望你值得被救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谢谢。也不知道当不当，其实用你的话说，在这个世界干不干净不重要，孺子可教。真快啊。还要是来找你。